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眼见就是一个卡波兵的安打，但是硬生生的吼吼被彭正明呢把他拦截下来之后，再快速的起身来踩垒。这已经是身体啊完全都延伸出去。对，这个就是让张建明知道一下，不是只有你会 nice play， 我还是把你守了回来。哦，杨教练蛮记仇，厉害厉害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在记账，记账不是记仇。哦，把两个人的恩怨呢这样讲评出来，不错。你没收我的，我也没收你。没收你的，哦、对。那彼此在没收这种 nice play 的情况之下，就好看，就精彩。